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，啊，差不多将近1500年了。为什么中国人不能够普遍接受，而普遍接受佛教？啊，我在早年20几岁的时候，遇到一位美国的传教士。他是很感慨地跟我说，啊，他说你们中国人人口啊超过5亿人呢，啊，这是在那个时代啊，从基督教传到中国来啊1200年了，啊，可是基督徒还没有超过100万人，这很悲哀呀！啊，2000多年的时间，啊，这么多的人口比例里面，信仰基督教的还不到100万人。